你这副样子，昨晚上把窑子里过夜去了。他妈的，好像昨天晚上你睡在我床铺底。哎，你别装蒜了啊！怎么样，昨晚上那妞还不错吧？喂，好棒！喂啊！哎啊，走，去打打看去。去就去，他妈的，这回杀头！走走走走走。嗯，哎，看客场，神女扮成小姐呀，谁知每夜脱衣裳。啊。 白总管，这次我们不杀的销路能够这么顺利，全仗着锦纶堂啊！哎，哪儿的话，还不是各位机房老板合作帮忙嘛！白总管，那你太客气了。要不是有锦纶堂护着我们，那些人是不会那么听话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各位老板实在太客气了。这个全是我们张教头的功劳啊！张教头不好了，张教头什么事？胡慧贤为了替他父亲报仇，打死了牛金贵，现在又打上锦纶堂来了。啊，那大了，他是存心跟我们所有的机房过不去嘛。 这要不给他点厉害看看，那我们以后锦纶堂怎么混呢？别大惊小怪。胡慧贤不过在少林寺学了几年少林功夫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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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总管，你先避一避。好，各位请到后堂坐吧。好，我们先到后堂去。好。 哎呦！哎呀！别动！太痛！
和会天，你敢和锦纶堂为敌？机房的工人仗着锦纶堂的势力，无恶不作，早就该铲除。你给我听着，我们武当派可容不得你随便撒野。报复仇，出命害，什么派都一样。好，我张景洪就冲着你这句话，倒要会会你，看你有多少少林武功。 非报官不可，那要不要派个人到武当派去报个信儿？我看我们还是先报官，叫官府来捉拿胡慧仙。不过，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哎，那还不简单，想办法不让县太爷知道我们的不对，然后再叫他去请千总方魁出马捉拿胡慧仙。嗯。 胡师弟，哎，师弟，胡师弟，胡师兄，师弟啊，你可真了不起呀！真行，真行，师兄来了，师兄，胡师弟干得真漂亮。 胡师弟复仇已报啊！是，不过你这样做恐怕……对，胡师弟，打死了张景洪、牛金贵，只怕锦纶堂会去报官，最好暂时避一避。胡师弟，你是为民除害，就算那锦纶堂买通了监官来抓你，我们也不怕。走，我请你喝酒去。走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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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胡慧乾打死人命，但锦纶堂伤人在先，追究起来是咎由自取，本官不能受理。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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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为了报复仇，所以大义士闯木人巷，可是屡屡败退，当时内心急切，所以才。这么说啊，还多亏了那个狗洞，要不然到今天你还报不了仇呢。来来来来，来喝点喝酒啊！不过三德师兄说的对，锦纶堂那边人不会放过我，只怕会连累到。哎。 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是同门师兄弟，你的事儿也就是我们的事儿，还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
童师兄，谢谢你。 要吗？还给我，跟我回去。我要。爸爸，灯笼被妈妈烧了。今天报了杀父大仇，心里真痛快。景伦堂那帮人不是好对付的，打机房。 三德，勿犯大人，请大人见谅。大人前来西禅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捉拿杀人凶犯胡慧乾。胡慧乾不在寺中。三德和尚，今天如果有人抗拒皇命，我就放火烧寺。大人息怒，胡慧乾确实不在寺中。你要搜。 尽管搜，搜！哼，今天我暂且信你们一次。不过，要是有假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走。阿弥陀佛，大人慢走。 他们如此追查，胡师弟恐怕……哎，鼓掌！嘿，鼓掌！鼓掌！鼓掌！ 你打机房打得出了名儿，你看孩子，连他做梦都在找人打架。胡师弟，是我师兄。 有什么事？幸亏你今天不在寺中，方奎带了大批的官兵到寺里来捉你。打起来了？没有，三德师兄不让我们动手。方奎是武当派的人，他找不到你，一定不肯甘休。武当派仗着官府的势力，我可不怕。三德师兄让我来告诉你。
他们的势力大，明斗吃亏，你先躲几天，反正这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知道。胡师弟，俗语说得好，双拳难以敌四手，而且他们到处埋伏，一不小心就会中计。三德师兄说，他们之中最难对付的就是武当派，所以你要忍耐一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最好不要到外边去。 好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来看你。怎么现在才来？ 嗯，嗨，差点来不了了。胡慧前那小子住的地方还真难找，现在打听清楚了。嗯，师傅叫你去西禅寺，真有仙剑之名，此地回去吧。师哥，一天的花天酒地尽情享受，比起你来我还差太远了。好。 钱总大人，没想到你及时打听胡慧前住的地方，原来还有这么一招啊！这就足够让胡慧前乖乖到锦纶堂送死。不过，我们把他老婆孩子已经绑来老半天了，怎么不见他来呢？你尽管放心哈，他迟早会来的。钱总大人，胡慧前来了。嗯。 一串灯笼，就吓得你们一个个魂不附体。胡慧贤人呢？他已经跑了。跑了？还不赶快把灯笼扯下来！是。启禀千总大人，胡慧贤在那边接吊灯笼呢。哦。站下来。 打掉！是。胡慧贤呢？往那边跑了。走。
你赶快进去收拾一下，这里不能待。 胡师弟，刚才有人来说你去救弟妹他们，我们大伙儿正准备去帮你大闹锦纶堂。胡师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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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奎能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？童师兄。 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胡师弟，你进来一下。哎，童师弟，胡师弟住在哪里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一定是你不小心泄露了行踪啊！我，童师弟断断不会做这种事，机房工人耳目众多。 可能是你自己不小心漏了行踪，你自己不小心，不能够怪你童师兄的。你打死了方奎，他是朝廷命官，别说武当派不会善罢甘休，那官府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那你老婆跟孩子呢？你一向不懂得忍耐。 以后要好好的学，你班长还松门，先避避风头，一切自己小心。我想离开广州，那再回来。师兄，师兄，满街都张贴着捉拿胡慧乾的告示，官府把你当做情报处都有官兵把守呢。三德师兄，又有大队官兵到西禅寺来了。 我不会连累大家，我自己出去。慧乾，你这么做，纯为匹夫之勇，有什么用处？
你刚才还答应我，要好好的学忍耐。你忘了，你由后院出寺，官兵由我对付。星红，你送送慧前。是。去啊。 我出去玩玩吗？不行。妈，我不要吗？让我出去玩吗？啊，不要！<笑>爸爸，我要出去玩，我要出去玩。小孩子也不能老是关在家里。让他出去，他肯不认识胡慧前的儿子吗？哼，<笑>他本来就是胡慧前的儿子。 为什么不认？好，你们去认，你们全都出去好了。好了好了，连我也不出去了，可以了吧？我可关不住你，不过他，我可不让他去惹事。 哪个跟锦纶堂作对的人，就是这样的结果。胡慧仙打机房的时候，为什们不见你们出来找死呀？哎呦，哎呀，是是是是是，我看得很清楚啊。这还差不多。在下平天书，是福建人士，家父曾中过状元。 在下也中过秀才，今日专程来保寺，是因为在下得知有个当年好友不久人世，所以特来请三德大师准备法事。哎，你那个朋友还没有断气，你就准备先做法事啊？这，在下有把握他活不过七日。在下久仰西禅寺是广东禅林之冠。 三德大师法名远播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大人，大人有什么吩咐吗？我好像见过你，你也不是姓平。大人，您是存心要将西禅寺的施主吓走？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有没有骗人？在下句句实言，大人千万不要误会啊！大人，我看你还是去办正经事吧，带着人去搜寺去找胡慧前，别在这儿白费力气了。在下并无意姓平，只是在下的父亲姓平，在下也只好姓平了。 请大人原谅，在下久仰童师傅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
智勇双全，哎，得了得了啊！那西禅寺另一人中豪杰胡慧乾，不知在下可否见一见，瞻仰瞻仰？哦，胡师弟啊，算了吧，连我想见他都见不着啊。童师傅，在下虽然是个书生，可是在下非常敬佩江湖中人。兄台，你跟大师兄说吧，我失陪了。 我也还有事，大师，在下告辞了。关于要麻烦大师的法事，在下会把灵位送来，到时再来打扰了。告辞了，平师主请。 胡慧乾一个人闹得我们寺里又是官又是兵，连行动都不方便。魏师兄，只要胡师弟能没事儿，这点不方便算什么？嗯，是，是啊。这几个月不知道胡师弟在干什么，我真想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哎，童师弟。 上次有人跟踪你，是因为你名头大，人家又都知道你跟胡慧乾最好。要是你记挂着他，自己又不方便去，我可以替你去跑一趟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替你去看看怎么样？好啊。那个小酒铺老板是我们自己人。哦。 客官，请里边坐。哎，你认不认识西禅寺的一个人？哎，什么人？胡慧乾。不认识。啊？你当真不认识？哎，胡慧乾。 胡师弟，坐。哎，啊，你们认识啊？哎，是的。哦，我找了你好久啊，到处都找不着你。现在寺里情形怎么样？甭提了，里外都驻了兵，还有广西总督派来的高手，看来要是捉不到你的话，非动手拆寺不可。 武当派那边有什么消息？武当派又派人来了。什么人？听说派的是冯道德的首徒彭天赐和白眉道人的首徒高进忠，打上官府的通缉。我看你不如离开省城，到外地去躲一躲。嗯，师弟，那你现在的居处？ 是否安全？暂时没有任何人知道。要不要派两个师弟？不必了。啊，那你还是处处小心点好。谢谢你。啊，那我也放心了，我先回去了。 我是武当派的魏星红，我知。 以前张教头提起过，他有个师兄在西禅寺卧底，以打探少林派的动向。彭天赐跟高进忠到了没有？还没有消息。哦，那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明天一早，你多派人到各处去散布消息，就说西关吴家小酒铺的老板昨晚上叫人打死了。胡慧乾知道了。 为了好友，他一定会露面的。嗯，然后再派人通知驻守在西禅寺的程大人，他一露面就马上动手捉住他，他绝跑不了的。嗯。
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在街上遇到了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不是去买菜吗？我忘了。你心里一定有事，告诉我。西关吴家酒铺的老板昨晚上被人给打死了。叛逆胡慧贤，拿下。胡慧贤功夫高，你不亲自下手啊？是彭天赐，彭大人，是总督大人特别从武当请来捉拿凶犯的。彭大人，彭大人，你早来一步就好了。你看，好高的功力，就胡慧乾一个人。是的，彭大人，让胡慧乾这一跑，这不必怕。
西禅寺有我们的人，一定能倒他的窝，将他囚出来。哎，童师弟，胡师弟他错怪你了。三德师兄，你应该相信童师弟他是无辜的。哎，我告诉过胡师弟，一面之词不可尽信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哎，童师弟你别难过了，我会想办法帮助你证明你的清白的。啊，魏师兄，胡师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胡师弟，你怎么不进去？大伙都想你呢。不，我不能进去，在这里见你最好。现在把我的住处，请你立刻去告诉三德师兄。是你杀的吗？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胡慧姐，只要你肯归顺武当派，就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啊。你来得正好，魏星红刚刚来告诉我们胡慧前的藏身处。哦，他倒没有白死，总算还有点用处。死了？魏星红已经被人打死在门口了。啊？刚刚魏星红说，胡慧前藏身处在哪儿？在西凉山下。
胡慧贤既然追到这儿来打死了魏新红，我看那个藏身处可能是个陷阱啊。是陷阱也不怕，只怕他不出现。那当然，那当然了。而且白眉师伯已经接到消息，非常重视这件事，已经派出首徒高进忠师兄赶来此地，相信这一两天他就会到的。彭大人，是不是等高大人到了以后，你们二位再一起联手？联手区区胡慧前还用得到我同师兄联手？何况高进忠师兄另有任务，少林派一向心怀不轨，蓄意作犯。高师兄这次出马是要铲平西禅寺，消灭少林派在广州的势力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再说高师兄是高师兄，我是我，我跟他的做法不一样。明天就一定会把胡慧前的尸首交给你们的。清楚了，现在只有我彭天赐一个人来要你的命，你快滚出来。我倒要看看你我好好好
你不知道今天这架打得多痛快。彭天赐是冯道德的徒弟，又是两广总督养的高手，不知道有多少江湖义士死在他的手里。今天算是替天下练武的人出了一口气。打得好，你伤得不轻，以后我绝不让你再出去。一点皮外伤有什么关系？出去，我们总该想个办法把胡慧乾找。彭天赐这种圣手都敌不过胡慧乾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？锦纶堂这么一晚，我们机房跟着也就没有地位了。是啊，我们吃了这么多的亏，啊，以后我们在福州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不用怕，这件事等高敬忠高大人到了之后，会有解决的办法。胡慧乾，有劳施主酒后。没关系，大师，在下今日先将灵位送来。平时贵友已经过世了吗？不，还没有，不过在下知道他已经活不久了。哦，大师，在下的朋友尚未过世，所以我希望大师先不要打开。大师或许觉得在下行事异于常人，不过保证大师很快就了解在下。至于做法师的时间，再和大师议定，有劳大师费心。贫僧应该的，告辞了。童师兄，我错怪了人，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敬你一杯。来，什么话？你看我是这种人吗？不过谁会想到魏兴红是武当派派来的，朝夕相处都没有人发现。师弟，你能为师门除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来，干一杯。师兄，今天约你出来是为了向你道歉，顺便告诉你一声，明天我就离开广州。哦，这一去恐怕要好几年才回来。祝你一路平安。童师傅，你要点什么？来点酒菜。好，他是什么人？
那个酸秀才，我真不能忍受他说话的那个酸劲儿。讨厌，别理他。师弟，明天中午在这儿，我再好好的给你践行。嗯，走吧。之前会不会已经溜出广州了？是啊，要不然我们连他的人影也找不到。这倒有可能。高大人到现在还不来，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？下去。高大人已经到了广州了，这是他的密令，他叫我们准备好庆功宴，他说啊，明天就可以解决胡慧前了。高大人就这么有把握？这位高大人呢，是白眉道人的首徒，他的功夫一定错不了的。哦，武当派独门教功真有这么厉害？那当然了，彭天赐还说过呢，凡是跟高大人交过手的，没有哪一个人能逃得过他脚上的功夫啊。有劳施主酒后，在下贸然打扰大师，当请大师见谅。平施主客气。施主有什么急事吗？不错，在下刚得到消息，在下的那个朋友活不过今天下午。哦，今天下午在下希望大师能供上那个灵位，替网友做场法事，超度亡魂。今日午刻，平施主这么肯定另有会过世吗？不错，就是今天午刻。好吧，贫僧就照施主吩咐行事就是了。多谢大师，在下告辞。阿弥陀佛。但愿你能很快的再回到广州。来，我敬你最后一杯。师弟，我又想起来了，你当初钻狗洞出少林寺，你是第一个钻狗洞的大师。童师傅，童师傅。哦，平秀才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哦，我要求大师做法事的事已经办好了，我准备赶回福建去，如蒙不弃，请准在下敬童师傅一杯。哦，你要离开此地啊？那我得请你喝一杯，以尽地主之谊。不，应该是在下请。应该是在下请。上次在下见过这位，只是没缘认识。请问您是？他就是专门打机房的新会人胡慧前，也就是我的师弟。久仰久仰，胡英雄的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能得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不敢，胡兄客气。两位都是身负绝世武功，可否传授在下一点功夫啊？谈不上什么功夫，只有点蛮力而已。胡兄有蛮力，这话可真？蛮力是有，不过有什么用呢？话可不是这么说，
想当年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，倒拔杨柳，何等英雄，也不过是凭他的一点蛮力而已。我倒觉得胡英雄可与梁山好汉相提并论。平兄言重了。外面有棵大树，不知在下能否移开眼界。怎么，秀才，你不相信我师弟能拔起那棵大树？我倒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不知道胡兄能不能赏这个脸，让在下见识见识。我想胡兄总不会令在下失望吧。我先敬胡兄三杯。哎，平兄，胡师兄，你快！
往北走。 全身尽力发挥的时候，下毒手。是，上是治不好的了，可以延命，我能保你暂时不死。三德师兄，我不需要你替我延命，只需要你替我蓄气，让我再有气力。三德师兄不好了。 高进忠又闯到西禅寺，赶快用十八罗汉阵来对付他。是。哎呀！
这一次啊，我们多亏了高大人呢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高大人武功高强啊！是是是是是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各位请坐，各位请坐。我们有请高大人。请请请请请高大人，请高大人，请请坐。高大人辛苦了，这一次全仗高大人的妙计平天下呀、那当然了，高大人是天下无敌呀、对对对，来敬你一杯，来来来来来。对付胡慧乾，不使出一点真功夫，还真不容易拔了他。这下我们景伦堂，哎，对对对，那当然，只要我高进忠在广州一天，就没有少林派立足之地。是是是，高大人，对对对。我觉得我的气力一分一分又一分的来了。少林蓄气良方，自古所传。可是，只得一天一夜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哎呀，打碎过。就是，胡慧乾已经死了，看有谁敢再来砸锦灯堂的大匾。嗯。滚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高大人为我们挂上，以赠光彩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你主持锦伦堂，勾结官府，欺压百姓。胡慧乾，你还活着？高进忠，没想到吧？我看你还能活多久？Hey!
中，你忘了吗？在大树前，我中了你武当独门脚，而朕伤境外，我胡慧贤虽然只剩下一口气，可是我仍然要置你于死地。我看你还能撑得多久？
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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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